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大德，慈悲。去年净空有心来正觉经舍参学，见识经舍的僧众，和合共处，如法清修的道风，非常欢喜赞叹。听说现在经舍注重有100位，圆通寺注重有60多位，台湾的南中道场能够如此兴盛，这是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的，真的非常难得。我们一直希望佛教有一个六合敬的僧团出现，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希望。日前承蒙方丈清空和尚慈悲，前来台南极乐寺相邀，让净空与寺里大众讲几句话，内心非常感激。然而由于净空的行程事先已经排满，很难再播出5-6小时时间的空档，只好采取录像的方式，将个人一点修学的体会贡献与诸位分享。若有不当之处，还请诸位法师、诸位大德了慈悲指正。今天佛法衰微到了基础，佛法为什么会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古德曾经谈论佛法兴衰，古德曰：“佛法之圣也，三学一缘。”佛法怎么兴盛的？三学一缘，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就是整个的佛法啊。佛法是经律论，律宗以南山律代表戒，禅宗代表定，其他宗派呢都属于教下，代表慧。所以我们以律宗、禅宗、教下三者来代表三学，三学一缘，佛法就行了。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三学一缘，佛教无比的兴旺。律、禅、教三学，全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呢是一家人。三学一缘就是一体，原知原位。律中有禅有教，禅里面有律有教，教里头有律有禅，真正常道发味也。
法位是圆满的，万法一圆是平等的。律就是禅，就是教，教就是律，就是禅。一而三，三而一，自然团结了，不能分了。这样，佛法就兴旺了。佛入灭之后，沉船的祖师大德们，为教导不同根性的众生，而有分宗派之举。分别宗派是衰相的开始。最初虽然分宗还不至于冲突，还能互相尊重，心里很清楚很明白，所有不同的教派全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如果宗派之间互相赞叹学习，则佛法兴；若是互相批评争论，那就是批评释迦牟尼佛。有这种现象发生，佛法就开始衰了。故曰：其衰也，三学互争；其竭也，三学内讧啊。内斗，争权夺利，这样佛法就灭亡了。不是外面人能灭佛法，而是佛弟子不能依教修行，就叫做灭法。故自赞回答：佛之众戒也，何尽？非常重要。家庭要是和睦，家庭兴旺；道场要是和敬，道场兴旺。有一年，我应邀访问日本，联络日本净土宗的十几个道场长老大德，那时我事先赠送每一个道场一部大藏经，我记得总共送了30多部大藏经。我到达日本那天晚上，法师们为我接风，我们大家共聚一堂，欢欢喜喜。散会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对我说：“说今天的盛会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里。”我说：“这怎么可能？”他说：“法师，你不知道，平常这些出家人都不互相往来。啊，今天竟然全部都到了，我才恍然大悟。啊，为什么他们会来？因为我赠送他们每个道场一部大藏经，所以他们会来。啊，我就将这段事情记在心里。我访问10天，离开前一天，我邀请他们吃饭，大家也都来了。我就劝导大家，我们都是净土宗，是一个宗派，这个宗派是一个祖师大德传下来的，慧远大师，所以我们是亲兄弟呀。不同的宗派，像贤首、天台、禅宗、密宗、法相宗，这些都是我们堂兄弟，大家都是一家人。那佛教之外的，如基督教、天主教、日本的神道教，皆是我们的表兄弟，我们不能不和。
不和，宗教就衰了，佛教也衰了，净土宗也衰了。所以一定要和睦相处。啊，从谁做起呢？从我做起。他不跟我和，我要跟他和。他可以批评我，我决定不能批评他。若要佛法现，唯有身战胜啊！从自己做起，不要求别人。我们自己做个好样子。啊，我前后去过日本七次。啊，第一次，啊，这最后的一次，我接受前首相鸠山先生的邀请，在日本呢讲无量寿经，也劝大家要和睦相处，和睦非常重要。今天社会为什么动乱？因为不和。世界为什么不稳定？因为不和。1999年，我在新加坡得到李默元居士的协助，啊，帮助我联系新加坡九大宗教。我们把九大宗教变成兄弟姐妹，一家人。啊，当时的总统王鼎昌夫妇对我们做这桩事情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当时新加坡有一位高级部长曾思森先生，有一天他到居士林的访问，中午在一起吃饭，他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宗教统统团结起来？我说我没有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方法。他很惊讶，释迦牟尼佛有什么方法？我说四摄法。我就是用四摄法。他问什么叫四摄法？我告诉他，爱与布施、爱与利行同事，成为四摄法。他与六度皆是菩萨法，用在家庭，在家庭和睦；用在邻里乡党，在邻里乡党和谐。公元2000年，我一名澳洲一名部长卢特先生希望我到澳洲去协助团结澳洲的宗教与族群。我在澳洲住了12年，我住的小城叫图恩巴，当初居民8万人，现在有12万人，其中有80多个不同的族群，100多种语言，10几种宗教，啊，真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这12年来，真的三宝加持，祖宗之德，小城12万居民团结起来了。今年5月，斯里兰卡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一次庆祝复旦节的活动。我邀请澳洲图文巴的市长及宗教代表团参加这次活动。啊，10几个宗教代表在教科文组织做了详细报告。啊，他们宗教团结起来，发心带动这个城市给全世界表发，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欢迎各国大使到图恩巴去参观考察。
许多大师都很受感动，啊，很有意愿去参观。听说时间约在明年春天，啊，图文巴办得非常成功。为什么会成功？就是一个和字，和比什么都重要，和一定要从自己做起。我们自己接受批评，不批评别人，归故全善，必须没有第三者在场才行。有第三者在场啊，就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第三者看到我们不和，传出去之后，让社会大众对我们这个团体产生误会。啊，这个因果责任我们自己要负，起心动念都有因果，报应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所以决定不可以这样做法。在团体里面，纵然是受了委屈冤枉，也不必申诉，没有这个必要。时间久了，事情自然就澄清了。我们起心动念，对得起佛菩萨，对得起天地鬼神，绝不做亏心事，这就对了。其忌也，三学定理，这个忌字是其次的意思啊，这就变了。比这个心降了一级啊，三学定律，律、禅、教各自独立了，不以为是一家人，一缘忘掉了，三学定律就不是原汁原味了。佛灭度之后，弟子们个个独立了，就是三学定理啊。三学一缘会兴旺，三学定理之后，衰相就可能渐渐现前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开始自赞毁他。我的法门是纯真的，佛陀传的，他们都变质了。啊，戒是菩提的根本，是佛说的，没说错。禅是佛心，诸佛的心印，这也没有说错，但是如果把它提到第一，不就有分别了吗？有第一就有第二，就有第三，就有第四，宗派成立了，这就向下滑坡了，这就是衰相的开始。我们看一个家庭，就看得很清楚。小时候，兄弟姐妹很多，这一家多么和乐啊！等到兄弟姐妹都长大了，个个在成家立业，这就家就分了。以前小时候那种亲情没有了，失掉了。所以中国古人直到老死都不分家，就是想保持这一份真情，这一份纯真的爱。父子兄弟
这种情爱非常可贵，不忍心让它变质，不忍心叫它衰退。啊，果然，结婚成家之后，还住在一起，成为大家庭。啊，大家庭可不容易啊！啊，你的兄弟姐妹没错，但是婚配的是外人，跟你的那一种亲爱不一样。这就涉及如何来调和，让兄弟的妻子、姐妹的丈夫也能融合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变成一家人，这个家庭就会兴旺，这个家庭是人们生活的榜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助合作，这个家庭多美好啊！人人心中只有家，没有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放下，我就为了这个家，家就是我，我就是家，全家上上下下几百人一体一心，这个家庭会兴旺。如果一分家了就完了，一分家之后往来就少了，见面机会就少了，慢慢就变成了陌生人了。如果再为了增产业，兄弟反目，变成仇人啊，今天上法庭之后，一生互不相往来，这个亲情到哪里去了？我们用家道的兴衰来看佛教的三学兴盛，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佛教有这三个学派，啊，戒律的学派、禅宗的学派、教下的学派，教下还包括很多，啊，又分为华严宗、法华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也包括在教下，密宗也在教下。中国大乘佛法有八个宗，其中教下有六个宗。如果这些宗派各个独立、各个自赞，都批评别人，这就错了。自赞是可以，但是不能批评别宗。批评别宗，不就是批评释迦牟尼佛吗？学生批评老师，这是大不敬的。老师要是有过错，学生要是有新的东西超过老师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可以提出自己更圆满的见解，但是绝不能回报老师。啊，学生应该感恩老师，老师是我的基础，我站在他的肩膀上提升了，所以要感老师之恩的，没有老师哪有我？啊，后一代高于前一代，这是世出世间圣贤的愿望，都希望后人能超过自己。所以中国古时候的官员、各级领导人戴的帽子，前面低，后面高，像两个阶梯一样。那这个帽子叫敬贤冠，前面是我自己，
后面代表的是别人，啊，别人比我高，我一定要把他聚出来，不能让他埋没。他在我之上，我要推荐他，而且教学，希望下一代比我这一代更好，这样这个国家民族才会有前途。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就衰了，国家民族会走向灭亡。啊，所以一代比一代好，是每一个读书人，每一个做家长的人都应该有这种心。啊，每个领导人都希望下一届的接班人比我做得更好，这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国家。绝对不能把我自己摆在第一，希望以后的人都不如我，那就完了。佛教确实是了不起，佛教讲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全宇宙从哪里来？是我自心所生所现的，自心现量不断之物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学大乘的人要没有这个理念，他什么都学不到，大乘的精髓他边也沾不到。学习大乘要有大心，大心就是真心，如果没有这个心量，怎么能成就？海贤老和尚有没有这个心量？有。从哪里看出来？从他插十二支香看出来了。啊，为什么烧那么多支香？他说了，他看到了变虚空变法界全是阿弥陀佛，这才叫入佛的法界。怎么能分？分已经错了，分了之后再批评，自赞回答，甚至在一个宗派里，譬如在净土宗里面，啊，净土宗有很多道场，平常都不互相往来，都自赞回答，我这个道场好，做得好，他们不如我，你们都到我这儿来，这是拉信徒，真信徒，为了真信徒就产生自赞回答，结果会怎么样呢？信徒真到了没有呢？没真到，反而让这些信徒不来了。信徒看到你们这个样子，连在家人都不如，自己人毁谤自己人，于是对于修学净土的信心失掉了。这就是现在全世界宗教衰退的原因。这个话是梵蒂冈陶然主教跟我讲的，天主教的陶然主教在梵蒂冈的身份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那不同的宗教到梵蒂冈去访问，都是由陶然主教接待。
啊，根据他们的调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他对这桩事情很担心，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赞叹。啊，宗教信仰由个人自己去选择，每一个宗教都是第一，没有第二，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啊，宗教的核心都是仁慈博爱，仁慈博爱的教育都是好的。啊，宗教要团结，为什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在过去没有这些设备之前，一个人从小信仰一个宗教都是跟随父母，父母信什么他自然就信什么，信另外一个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遇不到其他宗教，所以过去宗教真的是有居住方块的。那某一个地区就是一个宗教，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没有见过别的宗教。现在不同了，现在资讯交通发达，地球变成一家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所以宗教要走向多元化，宗教要走向理性，不能感情用事，宗教要放弃傲慢，要放弃排斥别人的做法，要互相赞叹，互相学习。这样做的话，每个宗教都可以兴旺起来，而且能不断向上提升。至于人民信仰哪个宗教，那是他个人的自由，无论信哪个教，我们都赞叹。佛门的宗派也是如此，香港圣依法师是学禅，在香港只有这么一个禅宗道场，他真正赞禅，每一天坐香不是假的。他在世的时候，禅堂有40多位同修，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参禅坐香，我看到很欢喜，我对他很赞叹。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楞严经，法师当中只有圣依法师每天都来听，啊，大概听了4-5天之后，他告诉他的信徒说，净空法师在戒心界讲经，希望他们都能来听。啊，只有他心胸开阔，他听到这个法没讲错，是正法，鼓励他的信徒们来听经，不怕信徒跑掉。啊，所以我对他很称赞。他请我到他的道场宝林寺讲开示，我赞叹禅宗，赞叹圣依法师在宝林寺主持领导，赞叹参禅的同学在一起共修。过去我讲过六祖坛经，讲过正道果，
讲过永嘉期，学了一些禅宗的常识。那一天在圣依法师的禅宗道场用上，而对于净土念佛法门，我一个字也没提。跟着我去大概有二三十位念佛的同学啊，当我们一行离开宝莲寺，在回来的路上，同学们问我，他说：“法师，你对禅宗这样赞叹，你自己为什么没有修禅？”我告诉他们，禅是度上上根人，而我是中下根人，我对他只有尊敬，只有赞叹，我没有资格去学。他们能得定，能开悟，我不得不到定，不能开悟，所以我只有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待业往生啊。至于得禅定明心见性，我完全放在西方极乐世界，等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学这些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哪个法门我能成就？念佛法门我能成就。啊，除这个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我都不能在今生修成就。现在我的能力，有把握的只有去极乐世界这一条路，稳稳当当，我有把握。禅虽然比我高，但是我这条路简单，谁都可以走。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也走通了。可见的这条路啊，信、愿、持名，条件就是四个字。只要具足这四个字，三个条件：真信、真愿往生、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决定成功。啊，其他那些法门好不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门门都能成无上道，哪有不好的？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是平等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只要对了你的根基，都是平等成佛之法，你就很容易进去。如果不对你的根基，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啊。所以学佛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不是哪个法门都能学的啊。像我们每个人身体不一样，毛病很多，也不是人人相同的，别人能吃的药我未必能吃啊，我吃的药对我有好处，未必对别人有好处，这得对症下药才行呢。佛教化众生是对症下药，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得搞清楚、搞明白，否则的话，病急乱投医，不但没有把你治活，反而把你治死了。学佛人，堕地狱的
很多，这不能不知道。啊，我说禅和净土这两个法门摆在面前，你选择哪一个？上上根人选择禅，下下根人一定选净土，统统都能成就。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都能成无上道，完全看个人的根性，个人的缘分。啊，选择法门，只许可互相赞叹，不可以互相批评。自赞回答，是菩萨的众戒。那你就犯了众戒，果报在哪里？在无间地狱。为什么？因为你这种行为让社会大众很多人退失信心，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负啊。啊，他学佛，谁叫他退信的？他看到你们这些和尚互相毁谤，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算了，我都不学了。这就是陶然主教所说的：我们现前全世界宗教信徒一年比一年少。啊，什么原因呢？我们都在搞互相毁谤，谁都不服谁，这是大错特错。这个责任要负啊，因果责任要承担啊。造这个恶业的话，就是无间地狱。自己信仰宗教、学佛，最后堕到无间地狱，你说冤不冤枉？那我们念佛，本来为了求生净土，最后结果却到无间地狱去了。这个话是灌顶法师说的，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在讲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的素抄是他做的，做得非常好。啊，后面讲到念佛人100种果报，我过去讲圆通章就是用他的素抄，我看到100种果报这段文，我拿去问李老师：念佛是好事，念佛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啊，老师当时告诉我，这是大事，我不跟你讲，啊，就不跟你一个人说，我讲经的时候要跟大家讲。谤法的罪很重啊，你虽然学佛，但是你谤佛，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你要是批评他、毁谤他，就是毁谤佛。啊，毁谤三宝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罪。这是从因果上说的。确实，如果我们宗教互相赞叹、互相协助，人们对宗教信心就会升起来。人生跟宗教关系是不能断的，人要是没有宗教，就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他一生生在贫穷的生涯，
啊，这就是贫穷之苦，无依无靠啊。宗教是精神文明，比物质文明更重要。物质上虽然缺乏，但是精神上有这个依靠，所以现在人讲的幸福指数高，他活得很快乐。啊，如果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那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你想他活得多么痛苦。啊，宗教的信仰，不管贫富贵贱，他带给我们的是安乐，心安理得，所以人不能缺少宗教。古德继续说：“其帅也，三学互生。”这里用到“帅”字了。啊，心是第一，继是第二，帅是第三。到第三呢，帅了。为什么帅了？三学互争，开始互相批评，我怎么好，你不如。啊，现前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佛门每一个宗派都不服别人，自赞毁他。你就是修得再好，戒律再严，只要自赞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你就是毁谤三宝。为什么？因为教全是佛说的，戒定慧三学都是佛传的，你怎么能毁谤？老师教我这个法门，叫他那个法门，我只承认我的，不承认他的，那就是老师教错了。啊，只有教我的是对的，教他们的法门是错的，这就叫毁谤。啊，所以说其实这是自己没有真正学到。自己如果真学到了，一定赞叹别人。每个法门都好，就像古德所说的，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者。互相批评，互相高下，互相争论，那就完了。鼎力是可以的，但是鼎力不能够藐视别人。一定要知道啊，是一体，只是个人根性不相同。佛法到三学互争就衰了，因为社会大众看到你们互相批评、互相争论，对你们这个宗教就不相信了，不再恭敬你了，也不再赞叹你了，也不肯跟你学习了，人都散掉了。只要互相争论，肯定就衰了，那就一代不如一代。啊，其极也，达到极处，三学内讧，极就是走到极端。三学内讧就是内部斗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哪个呢？一个寺庙里头，一家人
不但不互相往来，各立门户，自惭回答，我的好，你的不好，而且互相真信徒，真供养，这就败了。所以河南南阳来福寺有人成就，他有一句话要记住：六合道场，百人家福。这里面修什么？修六合经，修忍辱波罗蜜。忍是什么？不说话，处事待人接物，生活工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那为什么？统统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心量是一体，哪有不好？啊，言有言的好处，他能看，耳有好耳的好处，他能听，头有头的好处，脚有脚的好处，少一样也不行，少一样你就有缺陷了，你就不完整了。所以样样都好，样样都第一，没有第二。古今中外汇集的经有很多种，这些可以在大藏经里查到，像四十二藏经、法句经等等，通通是汇集的。啊，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这本书后面有一篇幻注问答，好好去读一读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关于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在无量寿经现存的五种原译本当中有不同的说法，有两种译本讲四十八愿，两种译本讲二十四愿，还有一种译本讲三十六愿，彼此相差很大。所以古德判定无量寿经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啊，不是一次说的。清朝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寿经在中国尘封千年之久，很少有人呢持诵弘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善本，这就有汇集的必要。自古以来，宋朝王龙生居士、清朝魏默生居士都曾经走过无量寿经汇集本，啊，但是都有瑕疵。莲池大师和印光大师对汇集本都有赞叹，也有批评。他们批评的是汇集本里头有瑕疵，而不是说不能汇集。啊，民国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古今无量寿经汇集本里面第一本。为什么？因为他字字句句都是经典的原文，没有改动。他小心谨慎，用十年的时间校对了十次，每个字都有出处，每一句都在原本之内，你找不到它的瑕疵。
啊，没有光绪去世，为下联宫的会稽本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极力赞叹，认为这是无量寿经的善本。啊，慈州法师为这个会稽本的初稿做过刻判，并且分别在济南、北京宣讲过。啊，这个会稽本传到台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过一遍。啊，他自己在本质上做了眉注，用这个眉注宣讲。啊，后来他把这个眉注本交给我，我理解他是希望我弘扬这个本子。啊，后来夏林居老居士的入室弟子，梅光熙老居士的外孙黄念珠老居士，遵使命为会稽本做了注解，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193种来集结这部经。所以这个集结啊，我叫它做集注，是集无量寿经注解之大成，非常高明，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年来反对会稽本的声音还非常大，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啊，唯有一位弘林法师，他用了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啊，把会稽本这桩事情来龙去脉考证得非常清楚，让读者有正确的认识，不至于人云亦云啊，非常难得。去年1月在河南省南阳的乡下来福寺，有一位112岁的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修行得很好，他身体非常健康，有人送给他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书名就非常高兴，好像得到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啊，他告诉弟子们，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本书，你们替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主动要求照相。啊，拿着这本书照相之后的第3天，老和尚就自在往生了。啊，老和尚一生当中见过阿弥陀佛很多次啊，他曾经多次请求阿弥陀佛戒严他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佛要他继续住在世间表法，直到他拿到这本书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拍照之后他才往生。可见他一生注释112年最重要的表法之一，就是为了证明这本书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证传，证明夏莲居老居士的会稽本是正确的，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也证明我们这么多年来依照会稽本修行是正确的。阿弥陀佛要海贤老和尚注释表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就是等于阿弥陀佛为我们做证明一样啊。
这让我们信心倍增，丝毫没有任何怀疑了。古德接着说，至内讧，一切人皆为破法之人，一切法皆为贼人之法。内讧到极处，一切人皆为破法之人。他不是来学法，他是来破法的。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形，都是破法之人。一切法呢，皆是贼人之法，一切法变成害人之法，变成攻击人、毁谤人的材料。法没人修了。我拿着这个法批评你，你拿着这个法批评他，他拿着这个法批评我，自己不学，光拿着这个法的批评别人，这个法就灭了。有人问过我，中华传统文化古圣先贤传了几千年，他们的东西还有糟粕吗？我答复说有。他很惊讶地说，怎么会有？我说看不懂的就是糟粕。很多批评传统文化的人自己看不懂，就说是糟粕，自己不是货。把黄金当成黄铜，糟蹋掉了。黄金没有变成黄铜啊，只是你自己把它看成黄铜，这叫不是货。你冤枉古人，冤枉圣贤，冤枉老祖宗，老祖宗无可奈何。老祖宗有好的德行，不会跟你争，你怎么样侮辱他，他都能忍受。最后造业，你都要承受因果责任。这是他没办法帮助你了。所以法遭人批判，遭人毁谤，遭人践踏，佛菩萨看到流眼泪，韦陀菩萨在伤心啊。这个时候怎么办？说四时也，非速其缘，何就正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回过头来，把一切法的源头找出来。真正知道一切法皆是一个源头，你就不敢再说了。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没有法自救啊！源头是什么？戒律，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禅，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源头。一个源头就是释迦牟尼佛了，我们是一家人呐，问题才能解决。所以，非速其缘，自心显亮。这个宇宙是我们自心变现起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六祖大师说：“何其自心能生万法。”
就是要追根究底，把源头找出来，你才能纠正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乱成一团，怎么救？为什么？汤恩比博士说，大乘佛法能救，中国传统文化能救。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了《弟子规》上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这就是把源头找到了。中国人的源头就是人性本善，落实在无能。中国人做人的规矩就是无常，在无常当中，仁者爱人，义者循体，要讲道理，礼是规矩，是对人的恭敬，智是理智，不能感情用事，最后一个信是讲信用，决定不能骗人。那么这五常就是佛家的五戒，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五常跟五戒完全相符，这是什么？这就是根源，人人都能遵守这种教育，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世界马上就恢复正常。今天我们走到这个地步，源头找出来之后，我们自己要真干，别人不干我干，慢慢去影响别人。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可不可以回谤？不可以，回谤就错了，决定不能回谤。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教，我对国外其他宗教人士这么说，如果是有神，有一个真神，真神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根性的众生有不同的教学方法，都是正确的，都是救度众生的，他们都能接受。十几年前我访问日本时，拜见当时日本的大德中村康隆法师，那个时候他已经100岁了。他对我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们谈话结束之后，我告辞，他的大徒弟乔本送我到门口，告诉我是我们师父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对你这么说。中村老和尚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啊！你看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应以基督身得度就现基督身，现耶稣身，愿以阿洪身得度，他就写阿洪身。阿洪是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你欢喜什么教，欢喜哪个人，跟哪个人学，他就现那个像给你看。源头就是观世音菩萨，都是一个源头啊！现在的地球，由于科技的发达，交通方便，资讯发达，
地球变成一体了。如果我们不认识一元，就会有竞争，就会有斗争，就会有战争，就会有毁灭。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体，我们的心胸就扩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我们能够接纳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诸佛如来一切神圣，他们有圆满的智慧，他们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让社会得到安定和谐，人民过得幸福美满。啊，不会挑起竞争、斗争、战争这些是非，啊，不人道的事情，严重的罪过。所以佛门大德教导我们要互相赞叹，当其时为古臣念慈，历劫三学业缘，万法同体，万法一如，自他不二以救之。啊，你今天搞这个东西，人家说你呆，说你傻，啊，你怎么去做古人呢？啊，现在人就是要争，就是要拼，就是要打，用拼用打的方式，最后是世界毁灭。啊，那我们就是要恢复到，你争我不争，你争我让你，不给人争名争利，我们自己能克服。啊，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地方躲避风雨，就很满足了。啊，把仁义道德做出来，这是圣人，这样做法才正确。我们有力量，无条件的奉献，全心全力为大家，做个好榜样。去感动别人，这样才行。所以说，历劫三学业缘，我们不分宗派，包括宗教都不分。啊，宗教也是一缘。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宗教从心想生，心是一缘。不管哪个教，心都是一个，都是从这个源头生出来的。啊，所以源头找出来了，缘分找出来了，万法同体，体找出来了。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很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都是自心生的，自心是体，能生所生。既然我们都是一个体，同一个体，那就是一家人呐。啊，万法一如，自他不二，就能拯救社会。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我们承认了，你分我不分，所以先做出互相尊重。啊，你不尊重我，我尊重你；你不关怀我，我关怀你。
你不照顾我，我照顾你。啊，你不跟我合作，我跟你合作，慢慢去感化他。啊，在今天这个世界，祖师大德说的这些话，汤恩比博士也说了这些话。啊，虽然说的话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汤恩比博士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他是英国人。他认为在今天核子武器这个时代，这是非常时期，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命运。如何才能避免毁灭？那就是世界应该要统合，同时统一，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不容易，他主张是文化统一。啊，文化统一里面最重要的是宗教统一，啊，这个世界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十几年来，我们做宗教统一的工作，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宗教的核心就是仁慈博爱，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啊，佛家讲慈悲，为什么不说爱？因为怕人误会，爱里面有情，那就坏了。啊，慈悲是爱，里面是智慧，不是感情。换一句话说，立足于智慧的爱叫做慈悲。啊，这是宗教的核心，宗教的总价值观。啊，神圣的代号就是爱。啊，这句话是汤恩比说的。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如何能把神圣的爱、佛菩萨的慈悲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佛菩萨，是神圣的代表，把它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教化众生，身教比言教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所以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以教之二来挽救这个局面。我有一次访问日本，日本基督教有一位牧师，啊，石井牧师，在日本很有名，也很有地位。啊，这个牧师是大学教授，非常开明。啊，他来访问我，访问内容在电视台播出，啊，50分钟。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给他解答，他听了很满意。啊，最后他说，好像没有问题能把你问到。我说不敢当。他说我还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向你请教。啊，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们信基督教的人心量都比较小，排斥别的宗教，不能包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说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在你们圣经里头。在圣经哪一段？我说圣经有没有讲过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我说那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他没听懂。我再告诉他，我说上帝爱我，不爱你。他很惊讶，问我为什么上帝爱你不爱我。
我说我是世人，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上帝，我也爱世人，所以上帝爱我。那你也不一样啊，你爱上帝不爱世人，所以上帝不爱你。啊，我是在提醒他，他感到很惊讶。啊，然后我告诉他，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这是抽象的，怎么才能落实啊？完全要靠你们这些神职人员，你们的信徒，把上帝的爱表现出来，代表上帝，代表神，去爱地球上所有一切人，这就对了。只有依教奉行，你才是真的神的儿女，终身尊敬。今天你只知道尊敬神，不懂得神的意思，神爱世人，你们却不爱世人，你们跟世人对立，神心里头多难过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说，佛陀的慈悲也是一样啊！佛家大慈大悲，如果没有这些佛门弟子去做，把它落实，大慈大悲也是空的，也不是真的。以后我们变成好朋友，我到日本打电话给他，他就来了。所以从爱这个核心，可以把世界宗教团结在一起，都是一个真诚的爱。这个爱没有私心，没有分别，没有彼此，不分佛教、基督教，都是一个神圣的爱呀！这个爱就是真神，这个爱就是本性，这个爱就是自信。大家从这个爱心出发，互相学习，我们就可以团结了吗？看看世界宗教是一家。佛法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里面的一是任意，任何一个不是独一。从佛教说，所有的宗教里面的圣人创教者全是佛陀的化身。如果从基督教来说呢，佛菩萨也是真神的化身，也是上帝的化身。如此，问题就摆平了，就不必再分了。原来都是一家人。在我这里成佛陀，在你那边呢成上帝，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世尊之律，之禅之教，总是教人看破诸法实相，放下情执妄想，同归涅槃。世尊的律、禅、教，都是教人看破诸法实相，放下情执妄想，同归涅槃。释迦牟尼佛不管所说的是什么，最后归属都是一个。你看起源是一个，到最后归属也是一个，这就是成佛之道。律以断恶修善为宗，这个宗
就是主要的教学，教学的宗旨就是一戒为师，断恶修善。啊，禅呢，以彻悟心源，明心见性，身起方便而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得的是禅。你要是还有一法可得，那就不是禅了。禅教人明心见性，这个其上上人的根基。佛知道你是哪一种根性，用哪一种方法教你，所以遇到佛的人个个得度啊！啊，佛是个好大夫啊，诊断绝对没有错误，他给你开出的药方对症下药啊，教以彻法根源，明了诸法实相，究竟放下为宗。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相，你真的把真相都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些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教到最后劝你看破放下，看明白了，看清楚了，宇宙之间什么都没有啊，现象是幻象，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庄严土啊，所以要知道这些幻象从哪里来。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坚固的执着，坚固到极处就是无间地狱啊。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极乐世界也是自己造的，真正觉悟就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之后亲近阿弥陀佛，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很快就成就了，不难啊。啊，教观便民，教是教理，禅是禅观，不要互相排斥。啊，教批评禅，禅批评教，这就错了。大家是一，不是二啊。啊，性相互融，性以禅宗为代表，相呢以教下为代表，它也是一，不是二，所以要互相圆融，全时不二啊。信修交彻，即教即禅即律，本来一圆，这就对了啊。就是律，就是禅，就是教，本来一圆，这个不能不知道，要牢牢的记住。海贤法师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叫他表法。他表什么法？就是劝告我们要回归一元，不要再有争论，不要再有批评，老实修行，无论修哪个法门都好，要肯定门门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啊，大家
就不会竞争了。啊，这就意味着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任何一门都是第一。啊，二门就第二了，三门就第三了，四门就第四了。门越多，就越往下走，下降了，第一就是一门。所以我劝导净宗同学，我们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依靠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一生不改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今天的问题全是前面所说的内讧啊，内部斗争啊。啊，你看一个家，父子斗争，夫妻斗争，夫妻吵架不就是斗争吗？兄弟斗争，统统都是从根上出了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教育，没有人教他，他看到社会的乱象，就以为是正常的，统统学坏了。电视、网络都在教这些东西。今天社会，谁不叫竞争？谁不叫拼？谁不叫打？谁不叫斗？都是叫这些。如此社会，怎么会不乱呢？这个三学兴衰是讲绝了。虽然是讲佛法里面有猛虎之见，但是它可以用在家庭，可以用在团体，用在寺院，用在所有人们聚会的地方。去年年初，方丈和尚到香港访问我，我跟他说，你来访问，这是佛菩萨安排的。为什么？因为对于佛法，能不能再出世，我的信心动摇了。怎么动摇？因为看到佛法的根毁掉了。谁肯修戒定慧啊？就在这个时候，清宫和尚出现，他代表真干，我们认识40多年，啊，往年李老师在台中办那一点研究班，啊，老师只办那么一届，4年，招收了8个学生。清宫和尚是当年其中之一。啊，这8个学生都是大学毕业，参加过慈光讲座，是从慈光讲座里面选拔出来的8个人。他们在这个研究班里面接受4年的教学，老师目的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弘法利生。啊，研究班有6个老师，李老师自己是一个，其余5个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啊，我也是其中之一。
叫《金刚经》，没想到八个学生里头有一个人发心专攻戒律。他学了30多年，30多年走一条路，没有拐弯，他成就了。这个成就是有方向、有目标，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的，坚持不懈。这就应了古人的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搞多，不能搞杂，杂修出不了人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东西。一门深入才有真东西。所以要做专家，不要做通家。通家是门门都通。这个意思是说，先做专家，后做通家，专了之后啊，自然就通了。30年，相当长的时间，专搞一样东西，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一门东西搞10年。我常说的，小有名气了，20年呢就有大成就了，何况30年、40年？我听到这个信息，非常欢喜。这是佛菩萨安排，佛法不会中断，有人在续佛慧命呢。三续是学佛的戒定慧，一定要依戒得定。因定开慧，三学决定是按照这个顺序。无论在家出家，真正想学佛，拜了老师之后，5年学戒。第一个5年。把戒的根本扎下去，要把这个东西落实，养成习惯，没有这个根基不行的。一切人修行成佛都是走这个路子，没有例外，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佛法非常重视。佛最后入涅槃，在临终之前讲涅槃经，特别提出戒律的重要。戒律是佛法的大根大本，没有戒律佛就没有了，没有理儒就没有了，没有因果道就没有了。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组成的。六合里面第一个见合同解，就是建立共识。第二个就是戒定慧，戒合同修。然后身才能同住，口才能无增，意才能同悦，和睦的僧团，法喜充满，利合同群。上至和，下愚，这人没有学过戒律，但他们是能够一心念佛，那就真正具足、圆满具足了戒定慧。所以他们信了。今天我们遇到佛法，急觉存亡的临界点，我们要不要尽一份力量，
帮一点忙，把佛法留住，不要让它灭亡。那要怎么做？那就得要讲求戒定慧，才能救正法。如果自己求往生，不要这个，没关系，一句佛号就行了，圆满具足戒定慧。但是，如果要想正法住世，这样不行。那一般人，他不懂净土法门，不会接受，不会相信。那如果从戒定慧修，他会相信，这样能令正法救主。啊，持戒的功德是清凉，身心自在。所去除的障碍是我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是持戒。在修行上讲，能得解脱，解脱就是自在。持戒的人才真正的自在。啊，现代的人把放肆当作自在，经教统统解错了。这个解脱，解什么？脱什么？解除生死烦恼，脱离六道轮回，有这个功德。所以持戒是除恶业的，不能持戒，过去无量劫来跟这一生所造的恶业，你怎么能除得掉？啊，今天佛法要恢复起来，正法要能救助，从哪里做起？从戒律做起。你讲经讲得再好，但是没有修过戒律啊，这意思是什么？你没有根呢，像一棵树没根一样，那怎么行？所以决定不能够轻慢戒律，不能小看戒律，不认真学戒律就不会成就。佛在《华严经》上说，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清戒，事出世间一切善根都从戒律生的，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啊，没有戒是假佛，终归会灭亡。没有理是假如，今天的理也没有了，到哪里去找一个讲理的老师？啊，李老师，我请他讲理记，请了多少次？其次，他不肯讲啊，他告诉我，我讲那是白讲，谁照做？原来是这么个原因。确确实实，他讲理记讲了三遍，有没有人落实呢？真的没人落实。这个东西在佛经里面呢，叫做行经啊，佛经有四类，教、理、行、果啊，是教、理、行、果里头的行啊，戒跟理都是属于行经，是要真正去做到的，那不行，讲了
白讲啊。啊，李老师自己编了个小册子《常理聚要》，那是他教我们，这是普通现前在这个社会上懂得一点理解啊，目的是什么呢？让人家不讨厌你啊，你懂得理才懂得尊重别人啊，你在任何场合了人家欢喜，不至于讨厌你，这只是理的皮毛而已啊。我这一生遇到的老师都很难得，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你在心浮气躁心不专注的时候，他决定不告诉你啊，你坐在他旁边，在他面前他看得很清楚啊，看到你真正把浮躁的心情放下了，他才跟你说话，才真正教你。如果你还有一点浮躁的习气啊，他就是跟你说话，他也不教你东西啊，他的话很少，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咒，他持咒的功夫就仿佛我们所说的乡下阿公阿婆一样，他用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无论在什么时候坐着站着走着，他的口都在动，换一句话说，他持咒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啊，他的心多定多清净。我是看到了榜样，看到这个人受他的感动很深啊，我跟他三年，一直到他圆寂，我学佛的根底是跟他在他老人家麾下奠定。那个时候我不相信戒律，我入佛门是从哲学入门，不是信仰宗教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上的是佛经哲学啊，这门课我从这个地方进门的啊，从哲学进门与戒律不相干，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戒律是3000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印度跟中国不一样，时间相差3000年。我学佛主要是吸收经典里面的智慧学问啊，我能去做3000年前的古印度人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我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还以为自己很有道理啊。张家大师很有善巧方便，他知道要跟我辩论这个问题不容易，我会离开他不跟他学了啊，所以他不跟我辩论，而是以慈悲摄受，真正是善巧到了基础啊，我们是每个星期见一次面，他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啊，每一次上课完毕，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老人家一定啊
会送我到门口啊，然后他会给我讲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啊，轻轻的一句，叫五个字，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啊，我也是当作耳边风，有没有听进去？没听进去啊！啊，但是这句话听了几十遍，将近一百遍，啊，一个星期听一次，不知不觉的印象就很深。啊，三年之后，老人圆寂了，火化。佛教会特别给他做了一个火化炉，啊，甘珠活佛给他点火，诵经念咒。我那个时候还在家，还有工作。他们在火化炉旁边搭了个帐篷，住了七天。啊，我跟他们非常熟悉，我请了三天假，在帐篷住三天。啊，那三天我很认真地反省，我这三年张家大师教了我些什么。这个念头一动的时候，头一个概念就是戒律很重要。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讲了这么多次，我就很认真想这句话，想了两个星期，有了答案。啊，佛法是出世间法，不是世间法。就世间法而言，戒律相当于儒家的礼，礼有心格的，也就是说，有修定。啊，夏商周三代的礼都不一样，都有修订，但是佛教是出世法，不能修订，修订就出不了世间了。踏实超越轮回的方法你怎么能改？我想通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才认真呢去看戒律啊，去找重要的戒律书籍来看。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如果不是张家大师缘起，我回不了头啊。我这一生在佛学里头是搞佛学常识，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他这一缘起我着急了，老师失掉了，认真去想啊，老师过去的三年教给我这些东西啊，这是提醒我真正不容易，将来佛教的三学要复兴，要有很深的根，很好的基础啊，戒律不复兴，佛教就没有根，决定复兴不起来。好在现在还有这么个根存在，这个根非常宝贵啊！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将来佛法要兴，就从这个根上醒起来，真正发心，要把佛教兴旺起来，这个使命担到自己肩膀上，你就得先去学戒律，首先把戒律恢复，然后其他各种才能慢慢再兴旺起来啊！无论是出家在家学佛，
都要从戒律学起。中国古时候至少5年学戒，恢复古代这个做法，最理想的就是5年学戒，根深蒂固。不从这里入手，没路可走啊！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戒律学院。佛法要行，要从戒律学院起步。无论在家出家，都要正式受过戒律训练，才能真正取得比丘居士的身份，这样才行啊！去年清宫和尚访问香港的时候，我问他：“你那边有多少法师能够讲戒律？”他说：“有6个。”这太好了！现在听说这里要办律学院，这是佛门非常重要的大事。希望将来培养出来的能够教戒律这些法师，至少要有60个人。一个戒律学院有10个老师就好了，那就能够在世界上办6个戒律学院。能有60个好老师，佛法就真正可以兴旺起来，我们乐观其成呐！希望诸位法师好好追随清空和尚，认真学习戒律，持戒念佛，将来能够弘扬律学，振兴佛法。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严禁贫敌，弘范三界，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为整个佛教，不要为自己，心量一定要拓开，量大福才大，一定要为全世界佛教培养人才。前年和去年，我2次应拉贾巴格萨总统、斯里兰卡的总统邀请，到斯里兰卡去访问。看到斯里兰卡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守佛的制度，全民接受佛陀教育，认真落实3皈5戒，法师个个都能讲经，非常难得稀有。看了之后，我们对佛教的未来有了信心。他们非常重视教育，而且重视胎教，小孩早晚对父母磕头，行戒助礼。到了学校，学生对老师磕头，行戒助礼。孝亲尊师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只要有这2种，没有教不好的，没有教不成功的。我们亲身去参观之后，知道佛教有前途，世界有前途。只要佛教教育在世界，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毁灭。这个国家虽然不大，面积只有台湾的2倍，但是它确实是佛教文化的大国，堪称世界之冠。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要建一所国际佛教大学，
为全世界佛教培养弘护人才。啊，我参加他们的破土典礼仪式，非常隆重，预计2016年可以完工。啊，我建议这个国际佛教大学的学生都必须先学戒5年，所以先办戒律学院。啊，戒律学院5年毕业了，才能够分到其他的学科。啊，这个戒律学院，我希望推荐清宫和尚担任院长。啊，将来像大臣、天台、贤首、唯识、三论，啊，小城里面的陈世宗居士，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兴旺起来。啊，我还建议要办一所宗教大学，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希望全世界宗教真正变成一家人。啊，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宗教之间的冲突矛盾就能永远化解，对社会安定和平做出重大的贡献。啊，这个非常有意义，这一所宗教大学总统也非常乐意在斯里兰卡创立。早年我亲近方东梅老师，啊，方老师曾经多次跟我说，如果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他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丛林里面开很多科目，所以首座和尚有很多位，首座就是教授，分座讲解，这个分座就是分科。啊，这个教师讲华严经，那个教师讲法华经，啊，那边的教师讲法相唯识，啊，那个教师讲楞严，就是学校就是大学啊，啊，每一个经教都有专门教师，都有专门的教授来负责讲解教导。啊，外面学生来转修，所以丛林就是佛教大学。啊，丛林方丈主持就是校长，下面有3个纲领执事，就是3个部门。啊，第一个首座，首座是教务长，主管教育。第二个是维诺，维诺是梵语，啊，维诺是管训导的，相当于学校的训导长。第三个是监院，监院是总务长，所以学校这3个名称不一样，跟现在学校的执事、职务完全相同。啊，所以丛林式学校有组织有规模，首座和尚下面分科分组，正式成为一个大学。僧人基础教学是在各自的道场完成，进入丛林那就是上大学。啊，现在我们要想拯救世道人心，宗教教育是非常迫切需要。啊，现在人心没有皈依，没有依靠，没有归属。
啊，每一天胡思乱想，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回教回佛教回归教育，弘法利生，才能解决现在的种种问题。啊，中国佛教如果慢慢兴旺起来，肯定要办佛教大学。啊，我如果有这个缘分，我会推荐清宫和尚做佛教大学律学院的院长。啊，我还会建议，不是律学院毕业的，就不能够学教参禅。啊，每一个宗都成立一个学院，但是这个学院的学生必须律学院毕业才行。啊，因为它是基础。无论出家在家，啊，在家要想讲经，要想弘法，也要律学院毕业。啊，这样佛教就上轨道了，就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学佛的人真有道德，真有学问。古时候出家人受到帝王的尊重，文武百官的敬仰，为什么？他们真正有学，真正有德。那我们今天要真心佛教，真心三学，也必须循着古代大德的这个路线，才能真正产生效果。承蒙清宫和尚慈悲，大应今年九月在澳洲净宗学院开办戒律研习班，所讲授的课程包括南山律在家悲难、沙弥略依、梵王菩萨戒、比丘尼戒，非常完备。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世界各地净宗学员也都争取前往参加，共同学习戒法，弘护戒法。这对真心佛教会起一个重要的抛砖引玉的作用。啊，我也会前往随习这个课程。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落实。每个人尽己全力为佛教的三学佛行、正法救助努力奋斗。谢谢清宫和尚、各位同学、各位大众。